00001002034050506。干嘛呢？你别再做了，都脏了都。哎呀，嗯，没想到你还这么喜欢周杰伦啊。开玩笑，当时周总刚出新专辑的这几张我全都收藏了。那这个是？除了这一张，八度空间当时没赶上。想要吗？想啊。走。干嘛去啊？找八度空间。我以为你有什么好办法，怎么可能？现在没有人听 CT 了，根本就不可能找到。走啊！哎，心灵姐姐，这几个我都有了。哎，你们书店怎么有？看看。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咱这有周杰伦的《八度空间》的专辑吗 ？CD。CD， 哦，我们这边没有 CD， 不好意思。但是我们这边有音乐类的书籍，在前面右手边第二排的架子上，你可以去看一看。哦，是吗？行，谢谢啊。哎，这边有吗？卖手机怎么可能有？你赶紧走吧，别丢人。这不能有吗？来看你。不可能，赶紧走吧。怎么有吗？走吧，下一个。走。看这个啊，谢谢老板。我说没有吧？不可能，一定能找着。走。行，找。老板，这有周杰伦的《八度空间》吗？没有啊。谢谢，谢谢啊！这个 CD 真不好找，你相信我哈、啊。哎，你别急嘛，先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说不定下一家就找着了呢。咱俩走吧。没有啊。没事，不找了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走吧，回家吧。其实没有也挺好的，我还能留个念想。这，你准备的？这么多？八度空间？这还有个大的？这陈宇？喜欢？谢谢。有什么舍不得？一共就两天出个差，不是两天，是48小时零56分钟。但是那样也很快，等你回来我再回来接你，我提前过来等你，带上好。那我走了。走吧。你不再走了。嗯，慢点啊。可是我那边又不认识人，我有点害怕。害怕你给我打电话，有事我不会找你，你懂的。没人敢欺负你。拜拜。刘总。哎呦你这边想哪啊？知道了，现在快去啊，再不去就赶不上车了，赶紧。拿好东西啊，拜拜。挂什么？我怎么？车开了，应该是怎么了？你好啊，你们好吗？你媳妇烫手啊，哥们儿。来来来，我女朋友来了，来了，
哥好漂亮啊！稍微一等啊，你们。哎，好。我是你女朋友啊，在这呢。他们家电器有活动，情侣拍婚纱照可以领拍到70欧，免费的。免费的啊？那就便宜你占。没事，你小点声，别说漏了。我说这个婚纱别太漏了，帮我们找个保守点的。行，你们先换衣服吧。啊，在这边。哎，走走走走。现在婚纱做的真好啊！今天月下见到你，不管什么天气。好看吗？问你呢。好看，特别好看，真好看。弄好了，来吧，走。走。哎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冷静点。进。啊，你俩今天刚认识啊，那中间隔了个玛利亚海沟似的呢，别害羞。哎，对，你牵个手，牵个手。你媳妇烫手啊，哥们儿，我牵了。哎，这都好，来看我这儿啊，来，哎，好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哎，对，大姐媳妇见，大，就大姐，是这样。养鹅呢，哥们儿，哪有你这么大肩的？来，你看这，哎，对。这多亲密呀，来看我啊，来，哎，好，对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哎，哎，龙媳妇要来，搂腰，搂，快快快，大方的，哎，看这媳妇儿多大方，来看我，哎，好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行，就这样吧，这男的让你当的，哎，拍完了呀？拍完了。啊，一会儿这边换下衣服，评选结果3天之后会出，到时候如果你得了70瑶，我们会短信通知到你。行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咱这个怎么评选？啊，网友投票，就是哪一对更甜蜜，啊，哪一对就更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大奖。啊，那直接完了。哎，那个不好意思，我们刚才状态不好，能不能再给我们拍一张？啊，就一张。李 sir， 要不你看看？行，来，我马上来，马上来。还拍啊？大奖啊！哦，哎，来，你俩看着对方。哎，对，好，来，笑一个，笑一个啊！来，准备，3、2、1，走！哎。哎，别动，来，保持，别动，哦，我这这个，我出去啊！等等啊！这你自己来吧，我走啊！我没来意思啊！可能是快病了。哦，我以为你，那我给倒点热水吧，等一会儿啊。哎，你怎么下来了？我说先喝口水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你怎么那么晚还没睡？我是没睡着，水可能不太热，我给你倒点。这水那么热，我还没喝呢。你是不是有事瞒我？这么晚跟谁聊天呢？没聊天啊，我就是。我看你。哟，洋洋是谁？大晚上不睡觉，原来是对妹子打游戏呢。妹子。不是妹子，这是我朋友，是我男朋友，是个男生，不是我兄弟啊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男生呼叫然然，用这么可爱的头像，他平时就喜欢小猪。然五呀，我看不会是哪个前女友吧？初恋吗？什么初恋？真是游戏。这是网易与暴雪联合研发的旗舰 RPG 手游《暗黑破坏神不朽》，我平时累了就在这块庇护城去逛逛，随便刷刷解解压。这画面还挺精美。那当然，它有6种职业可以选择，还能用炫酷的连招技能跟 boss 战斗呢。那你为什么不能找我给你，非得找你初恋？再说了，没有我的地方能叫庇护之地吗？真不是我初恋。接。哎，然然。哎呀，兄弟，你现在身边没人吗？5年了，终于可以重聚庇护之地了，赶紧上号！现在点击视频左下角就能免费领取赫拉之舞主题时装。哦，那什么，然然，我今天先不玩了，咱改天吧，啊。不是吧，白小黑？为啥？玩？怎么不玩？啊！平时你为了陪我，放弃了太多自己喜欢的东西。今天我也陪你。然然，不介意做个队友吧？啊，原来是嫂子啊！不是你瞎说什么呢？啊，别瞎说啊！哎呀，早晚不都是？来呀，嫂子，正好缺个法师队友啊！行了啊，你别再多嘴，拜拜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
来两瓶啤酒，今天陪你玩通宵，干哈？我开始心动。哎呀，烦死我了。怎么了？我一个哥们儿，96年的，本来计划着下个月结婚，分手了。为什么？女方家不同意呗，觉得他没车没房没存款，正愁着呢。哎，你说男生这个年纪就必须有这些东西吗？96年的话，今年26岁。嗯。现在工作怎么样？工作还行，刚开始的时候挣3000，现在也能挣个6000多。那这两年很努力啊。是。不过要是按女方的标准来说，他如果一年不吃不喝的话还能攒个几万，但是如果去了房租交通吃饭再去了他的生活必需品，他剩不下很多。是，反正自从他谈恋爱以后啊，我们就很少见面了，不是上班就陪女朋友，偶尔出来一次舍不得给自己花1分钱。谈恋爱就是很费钱，你平时得吃饭逛街看电影，现在的女生又喜欢过节，你一年到头大大小小加起来10几个，你还得花钱送礼物，如果这种情况下还要要求男生攒钱买房，那这个钱他到底是攒起来还是花在恋爱上？一边攒一边谈恋爱呗，那有什么办法，使劲干使劲挣呗。其实现在结婚这个事情对男方的家庭挺不公平的，不仅是男方自己啊，有的男方父母把自己一辈子的积蓄拿出来，或许就只够交个首付。确实是，自己吃力，父母也跟着受累。像你这种优秀的女孩就更别说了，根本想都不敢想。那可不一定啊，在我看来，我的男朋友不需要有多好的家境，他只要善良、有责任心、肯为了我们的未来努力。足够了。你真这么想了？当然啦，我的男孩不需要顶天立地，我希望他保护我的同时我也能保护他。所以白小黑一起加油吧，来，为了我们的未来干杯。等一下，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。每一次再一次你慢慢的靠近，告诉我都是心跳的事。我有点睡过头了，我马上到啊。到家楼下了。啊，为什么我到楼梯不是特别好走，你注意安全，自己慢点啊。怎么办，家里太乱了。这么快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你听你这声音，感冒加重了吧？来，你吃了，你吃了吗？我都快好了。知道你不听我的，给我吃上啊。那个放着我自己收拾就行。大小黑。啊？你知道你这家里缺个什么吗？缺什么呀？缺个像我这样的女朋友。啊？哎，里边就别去了，一会儿我自己往里放。怎么了？家里藏人了？没有。看看，手机怎么还在动？家里太乱了，没想到这么严重啊。哎，那个你别，这不行，别的这个我自己来一下。不是那个衣柜你别看。小黑在这住吗？当然了，我来先照顾你，你什么时候好了我什么时候走。哎，不是这样不太方便，咱两个人。好了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，你先在这坐着，我给收拾收拾让你走。哎，今天聚会是不是还有别的女生啊？有一个，我之前跟你说过不是？不会是上学的时候当着全校面给你表白的那个吧？就是那个，现在想想就感慨，长得学校沸沸扬扬的。赶紧换衣服吧，不一会儿迟到了。你就穿这身白的。嗯，不行吗？行。那我先换身衣服啊。啊，行，快点啊。啊，嗯，好了吗？好了，走吧。哎，咱俩今天穿还挺像。啊，你随便穿的。你走吧。哎，你帮我拿着兜吧。不是，你能给我干嘛呀？好看，有品味。啊，行，那我给你拿着。走。你不错，你今天戴这个表吧。我能不戴这个表吗？我想戴机械的。这个跟你的衣服搭，好看。什么？嗯，有品味。行吧，那走吧。再等一下。干嘛呀？换身试鞋。不是，不至于吧？你怎么又乱花钱给我买东西啊？我没乱花钱，这双零是我在实货给你买的。那，你再看我的，好看吧？好看。哎，好看一些。
哎，等一下。怎么？等等。哎，你别动。如果我戴着这个，是不是更有品味？哎呦，我操！咋了？我能在你这待会儿吗？行啊，你坐吧。怎么了你？我刚才看了恐怖片。害怕？嗯。就菜就爱看你。没有，我就是想跟你聊聊天。你聊天拿枕头干什么？你不会想在这睡吧？行吗？这，那你打开地铺，在这睡。什么？干嘛？你不想在地上睡？嗯。你不会想在床上睡吧？嗯。我下去。嗯。你这，行。哎呀。你放心吧，我睡觉很乖的，不踢被子，不说梦话，也不磨牙。行，快睡吧啊！哎，嗯，有个小夜灯吗？行，开着吧，睡吧。哎呀，你能睡着吗？我刚躺下，还害怕？不是，我一大老爷们在这，你怕什么？我小时候可在少林寺练过，你怕啥？真的，你别笑，现在害怕吗？一点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嗯，要不你给我唱首歌吧。不是大晚上唱歌。求你了。哎呦我这。行等着。来、啊、拿这个。我不会弹吉他。没事儿，你就随便扫，这边交给我啊。这样吗？对，很好。来，就这。走。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。哦对了。没想到吉他还能这样弹吧。没想到。那你还害怕吗？不怕了。那唱两句，嗯，来，准备，走。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可不可以简简单单的一生？你靠着我的肩膀，你在我胸口睡觉。这卫生间的袜子是你的吗？对不起，你，我好地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呦，你没事吧？我跟你说了小心点儿。要不我给你拼起来吧。什么？我给你拼起来。你拼过这个吗？没有。现在才混到一块儿了，我都很难拼。我试试。那你试试吧。慢点啊。来，听这个。说没说吗？啊。这么厚啊。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真的很难。要不然我来吧，我能行。行，那你试试吧。这是放哪首歌？就是这些。有没有可能你把它反过来呢？凡事看另一面。啊？算了，我来吧。你把另一个给我来。另不是脸，是另一个。这个。哎呀，底座一家人的味儿了，是吧？困了、嗯，今天是够呛了，太多了，明天再拼吧。嗯，再拼一会儿吧。你都困成什么样了？走吧，睡觉去，快，快走。再拼一会儿。再不拼了，快走，快睡。明天再拼，眼睛闭上。给你关灯了啊，门我也给你关了啊。